现在 NBA 的顶薪真的可以说是烂大街了，随便一个球星数据好点都可以，哪怕是数据刷子，带队也差，球队也愿意给顶薪。现在顶薪基本就是一年五千万起，签个五年就是两亿多，对于球员确实是最好时代。但是这些顶薪里溢价合同太多了，真配得上五千万年薪，我认为就五人，约基奇就是现役第一中锋，他真的是独一无二存在。 虽然很胖，但是速率不慢。他球商高，基本功扎实，经常把对手晃得晕头转向。常年都是场均二十分、十篮板、五助攻数据，不仅要得分、防守，还要盘活全队。他就是掘金绝对核心，他发挥的好与坏，对于球队胜负影响巨大。虽然商业价值差了点，不过就约基奇这能力，这比赛效率，五千万年薪完全配得上。字母哥可是攻防一体，轮级战力。 他就是现役第一，字母哥能攻能防，能从一号位防到五号位，全场比赛他的存在感爆表，在自己数据亮眼情况下，他还能带队赢球，雄鹿在他带领下已经拿了总冠军，市值也涨数十亿美金，对于这样的功臣，五千万一年都低了。杜兰特就是靠进攻吃饭，他的进攻还是联盟第一的。谁都没想到大伤后的杜兰特还能这么勇。 历史上是独一份存在。就杜兰特这手进攻，联盟就会抢着要。特别在这个进攻为王时代，杜兰特价值连城。他得分爆炸力、关键球能力还是最强一档，加上顶级商业能力，哪怕已经下滑了，还是值五千万。库里已经是勇士队第一人，他对于整个球队而言，那真的太重要。没有库里，就没勇士。今天是他成就了球队。 为球队拿四冠，让球队市值涨几十亿，他是绝对的功勋。就算现在不复当年之勇，勇士未来也难以再夺冠。对于库里五千万都算少了，他可是配有退役巡演，还会倍速铜像，还能进管理层，再高一点薪资都合情合理。最后是詹姆斯，四十岁詹姆斯战斗力还是强，现役前十还是能进，场均二十五加五加五的数据还是轻松。 他依旧强过百分之九十五的球星，除了实力外，他最可怕之处是商业价值。有他在，球队肯定是赚的盆满钵满。就冲着詹姆斯吸金能力，五千万一年也是抢着要。这样行走的印钞机，没球队会拒绝。